OK，今晚真人真事真分享，7月19号礼拜天晚上8点半，我们再见面啦。然后呢，今天也是一样由我麦克呢跟大家做主持的哈。那么中间呢也是有2个人会帮他们做分享。那么新朋友，大家晚上好。如果你是第一次上来我们 Zoom 的，或者是说听到朋友提起 DNG、Mangosteen 等等 Zero Plus、DC，然后你还不知道我们是怎样的公司的，这里跟大家做一个讲解一下，我们叫做 DNG Worldwide。那么成立于2010年的，我们不是一家新公司，10年的公司在吉隆坡不中的 office。那么特点在哪里呢？我们的公司呢，当然产品呢是自研自发、自产自销的。那么特点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模式，市场上呢很难会有人 copy 得到的一个模式。等下告诉你，OK？好，我们往下看。那么 DNG Worldwide 的母公司呢，是来自槟城的一个药业集团，叫做戴奈娜啊，DNG，或者我们叫做 Dynapharm 啊，药业集团的旗下公司。那么这集团呢，从1981年呢开始成立到现在。那81年呢，我们是开始以这个西药起家的。那么做这个西药呢，做了整40年，OK，主要做批发。然后85年呢，我们开始做这个中药、中草药啊、保健品啊等等。过后我们有这个美容厂，我们有保健品的工厂，我们有这个叫做什么肥料 fertilizer 的工厂，很多很多。那么我本身呢？是从几时加入这个集团呢？各位很想知道是不是？因为有人问我哈，做了多久？那么我本身呢是2003年呢加入这个集团的，到今天为止呢是17年的年头哦，17个年头。那么在这边呢也代表公司呢去了很多国家很多活动，那么也见证了公司的成长跟集团慢慢一天一天的茁壮成长长大。那么这边呢可以给大家看那些照片呢，你也看到一些我们的生产部我们那些工厂的外观外貌的一些照片。除了我们刚才讲的那几间厂呢，我们今年也会采用一个启用啊新的一个工厂，在 Penang Zulu Science Park。那么这间工厂呢3层楼高，但是外观呢非常非常的壮观很大哈，因为里面呢我们包含了一间呢可以容纳700个人以上的这个会议厅，或者我们叫 ballroom 哦，所以我们里面还有很多小小间的这个 function room 呢，可以做很多活动。那包括以后我们的这个很多的活动啊，很多的这个我们 training 啊，都会在这边举办的啊。所以 MCO 过后呢，我们非常欢迎来自马来西亚各地的包括新加坡的，都可以跟我安排呢来参观这个新的工厂。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在复工，所以复工什么呢？在装修方面呢，开始做工了哈。因为之前 MCO 呢耽误了所有的进度啊，所有的进度。OK，然后到底我们40年来我们做了怎么样的一个产品呢？西药我们做了400多种西药，那么单单 licensing 呢，我们已经投资超过1亿了啊。那么进入全世界全球50个国家。不同的产品，我们都需要做注册啊，不同的都需要做注册。那么注册呢，第一费时，第二呢费这个投资需要钱的啊，去申请这个 license。好，轻微的，我们从这个维他命 C 啊，我们非常出名的维他命 C，到比较严重的，比如说高血压抗癌的、心脏病、中风的药，我们都有生产，主要做 tender 啊，做 tender。然后呢，85年我们成立另外一家厂，叫Dynapharm Herbal 啊，草药制药厂。那么这间呢？我们做了更多种的产品啊，600多种，包括一些我们家喻户晓的正骨水啊、肩关水、西瓜霜、白凤丸、舒和丸等等。那么这些产品呢，我们主要是销售给药材店的，当然也有做批发，也有做 OEM。所以很多人呢都来跟我们工厂呢问我们要不要帮他们生产这个产品。OK，好，那么我们是全马呢第一家这个药业集团拿到 CGMP 的生产过程的啊。什么是 CGMP 呢？你可以去谷歌一下。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啊，就是 current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那么这个呢，可以媲美美国那边的 FDA 的。OK，那么我们这边呢，也是属于比较全面性的一个生产线，包括 liquid 的产品，就是液状的水的，像你们喝着的 mangosteen capsule tablet powder，OK jelly oil form，所有的我们都可以生产啊。那么主要的产品呢，都是在做 export 比较多。OK，那么刚才我提到哈，如果你有注意听我讲的话，1981年到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了50个国家以上。那么全球200个国家呢，每一家公司啊都想说尽快的把它打开。那么今年我们 DNG 国外呢也有这个打算呢，把所有的生意版图呢打开全球哈，全球。那么去年呢，我们2019年全球的这个总营业额呢超过美金3个亿啊，就是马币12个亿。当然呢，有你们的支持呢，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业绩哈。所以这个业绩呢，是属于大家的一个努力。那么我们的朋友有一些是已经跟着我们10年的，这里特别要谢谢各位。OK，好，那么什么特点在哪里呢？各位你注意听一下，特点在哪里？很多传销公司在外面呢，在这个 MCO 期间呢，都尽量的做活动，线上的，
然后开始现在开始做线下的。那么来来去去呢，一定会谈几个东西，就是说我们的背景啦，公司背景，我们的制度 ，OK， 我们的产品。那么当然我们在这边呢，除了谈这三件事一定要谈的东西之外呢，我们多谈一个东西叫做模式。那么我们公司引以为傲的一个模式呢，就叫做 Zero Plus 新零售的商业模式 ，OK。然后这个 Zero Plus 呢，我们是2018年才开始 launch。那么由于我们的老板呢，一心一意的想把这很好的产品带给更多人，除了带给健康之外呢，我们想制造一个平台呢，可以让大家呢在这边呢，可以我们说 transformation of life， 就是说你可以实现你的一个梦想了，改变你的人生，改写你的生命的一个平台在这边。所以一间公司你要去找的话，不只是说在背景或者是说产品制度上面找，模式非常重要。所以这个 Zero Plus 模式2018年推出过后呢，我们得到很多不同的市场的反应，都想把这个模式这个生意呢带到全球各地，所以呢才有了我们的老板整个版图，这个六年来的一个版图，等下呢我们会一一的跟大家说明 OK。 好，那么什么是 Zero Plus？ 来，很简单的，我这边呢快速带过，你要了解的话，我已经安排了我们一位领袖呢，大领袖在这个星期四呢会上来跟大家见面详谈 Zero Plus 跟 DC 的 OK。 那么这边我跟大家带过一下，很简单，在我们公司里面呢，只要你买我们的产品的话，都是我们的会员啊。那么是会员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提供100% 的 DC 奖励，也就是说你在这边消费100块，你将会拿回呢100块的这个奖励 in DC form。 那么什么是 DC 呢？这个等一下我会跟你讲 OK。 好，那么消费的越多，获得的奖励呢也自然的越多，这个就是 Zero Plus， 它是息息相关的。好，我们讲回 DC。 DC 呢，这个它是非常非常值钱的一个东西啊。那么我们说 DC 呢，你拥有这个 DC 过后，公司给你过后，你会拿来做什么？一，你可以拿来收啊，你收了过后呢，在2023年，等下你听我版图过后呢，你会清楚的明白我们的这个 DC 呢将会有多大的一个爆炸力，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不要收的话呢，拿来用，因为你拿来用的话呢，你会获得更多啊。我们说有舍才有得，对不对？你把你手上的 DC 用掉过后，它又会产生更多的 DC 回来啊，这个就是重点啦。OK， 那我们看下去。在不久的将来呢，就是在这个这几个礼拜里面呢，你会看到公司呢开始 launch 这个 DC EMO。 那么我们的 programmer 呢，我们的 operation side 非常的努力的啊，每一天工作很多很多小时呢，在 push 这个 DC EMO 出来。OK， 那么这 DC EMO 出来呢，它将会有很多的产品在里面，但是它会分 phase by phase， 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把好的产品呢带进去里面。各位 ，DC EMO 是什么呢？好，今天如果你是顾客的导向的啊，产品导向。顾客群消费者想说，今天朋友介绍我来这边是来喝 mangosteen 的，来这边用家庭用品的，那么他们说这边用东西比较便宜的，恭喜你，你来对地方了。今天如果在 DC EMO 里面你是消费者的想法的话，没有错，保健品、护肤品、日常用品、柴米油盐你都可以找得到 OK。 那么 DC EMO 呢，你要找电话找电脑，这个暂时是不会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是推崇养生的保健跟大健康的一个产品才会在里面。所以如果你是消费者的话，你手上拥有我们的奖励，也就是 DC 的话呢，你在这边你除了可以用现金来买，你可以用现金加 DC 这个模式呢来 DC EMO 里面消费。因为你如果有用到 DC 来里面消费的话呢，公司将会 再一度的奖励你那个新产品你买的这个奖励 OK。 好了，换句话讲就是你会越买越便宜的，对不对？越买越便宜啊。那么我们再往下去看，今天我跟你讲，礼拜天呢，大部分的人上来这边 Zoom 啊，都是想找出路的。我们说找砍头 ，OK， 找砍头。那么外面的砍头呢非常多。最近你如果有注意到报纸的话呢，不管是光明日报什么报纸都好啊，晚上新闻报报看也有讲哦。最近外面呢很多骗子呢在招摇撞骗的啊，是这样讲吗？对了啊，所以各位要非常非常小心。今天 DNG Worldwide 呢是一家10年的注册合法公司，在马来西亚背景呢甚至有40年的一个药业背景在后面，所以今天你来这个平台呢是非常非常的安心的 OK。 创业者你要创业的话，最起码的东西你要找什么安心的一份工作，或者是安心的一个平台来去发展，因为你可以发展很久，没有人想发展一两个月的，各位啊。所以呢，创业者呢在这个 DC EMO 里面你会看到什么？你会开拓第二次的创业机会 OK。 什么意思呢？根据我们50个国家的生意版图啊，这几十年来我们看到呢，大部分的人80%的人呢都以这个销售呢为主要来源收入。然后我们都讲过，世界上有钱的人呢都懂得讲去做销售 OK。 不管你卖什么啊，
不管卖什么，不一定是产品 ，OK。那么如果你手上有 DC 的话呢，这边会使你的啊 margin， 就是说使你的利润空间呢，大大的提高了很多，提高了多少呢？超过100%。啊，我们往下看，讲到这边，是不是很多人想说，怎么样去超过100%的 margin 呢？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砍头呢 ？OK， 那么这一面呢，大家稍微看一看就好哦，因为这一面呢，我已经提了很多次，所以主要就是说我们里面呢有很多产品将会一一的放上 DC Emo 的。比如说保健品啊、personal care 啊，就是牙膏啦、啊、洗脸啦、啊，这个什么，洗头发的啦、啊、洗身体的等等 ，body wash 等等啊。那么我们有 cookware 煮饭的，我们有 eco home series 家庭用品，我们有美容产品啊、保养品啊，我们有这个饮料，那么我们有 essential oil， 我们有穿的衣服的，只要对养生大健康有关系的，我们老板呢都会非常的努力的想把这些产品呢带进来。那么以什么模式呢？我们有个叫 F2P 的模式。厂厂联盟的模式，当然呢 ，DC 啊、F2P 啊、DC Emo 详情呢，我们这个星期四将会由我们的一位 supplier director 呢来跟大家呢做一个分享的 ，OK。那么这里今晚我就不透露多，因为今晚呢主要不给大家知道新产品，对不对？那么主要给大家见证一下我们的真人真事真分享啦。好，下一张很重要了，啊，给我一个掌声一下。这个呢，我上几天我有在这边提过了，对不对？上几天我在这边提过，就是我们将会有一个新产品出来，蓝藻的。那么市场大吗？非常大 ，OK。那么为什么大呢？因为这个产品不是新的，在我们 DNG Worldwide 也不是新的，你知道吗？我们只是 Dynafarm 一路来都有 produce 啊，一路来都有 produce。但是这个的原料呢，我们拿最新的原料、最好的原料 ，OK， 最 up to date 的一个 formula 来生产给大家。那么给大家看什么呢？上一期我有讲过这个蓝藻，今天不再讲了。今天我跟你讲另外一个产品，我答应过你呢，每一个星期能的话，我都会给大家呢介绍一些新产品呢啊，在这个 DC Emo 里面的。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不是吃的，是喝的，看到了没有，各位 ？Chlorophyll， 听过 Chlorophyll 吗？叶绿素，哦，叶绿素听过吗？来，给我一个掌声一下，听过叶绿素的朋友给我一个掌声一下。OK， 今天很快速的哈，才多少分钟，我们已经进入了100多个人哈。好，那么陆陆续续的，尽量啊，尽量。OK， 我还有点时间，所以呢，我可以给大家呢介绍一下这个叶绿素。那么叶绿素呢，一来我们工厂呢就做了很多，给很多国家，包括水状的，包括粉状的啊，很多不一样的 form 的。刚才我提过。那么今天我们 DNG Worldwide 会推出的这个 Chlorophyll 呢，它是 concentrated 的，就是高浓缩的这个叶绿素。那么什么是叶绿素呢？各位很多妈妈们在这边了哈，那么。跟你解释一下，很简单的，你有看过水罐吗？哈，有了水罐。那么很多人的水罐呢，去学校小孩子带学校的绿色的、青色的，在10多20年前就有了。那个时候呢，就叫做我们读书的时候哈，已经有了这个东西。很多人那时候喝小麦草，过后喝大麦草，过后呢进入到叶绿素。那么叶绿素呢又有分很多等级的叶绿素 chlorophyll， 因为价钱不一样，等级就不一样。OK， 那么叶绿素主要功效是什么呢？为什么这样多家长喜欢拿来喝？除了是家长给孩子喝之外呢，很多女的他们拿来喝啊，那么也有很多什么呢，老师拿来喝。那么为什么？他对这个喉咙啊，如果你喉咙痛什么非常好，像我们讲过讲很多的喉咙会痛的拿来喝很好。那么最主要的，我们说，哎，喝了过后最快看到效果是哪里？来，我们看一下，清凉消热排毒，这三句话哈，清凉消热排毒很简单明白，对不对？天气热的时候，天气很热的时候，你会去冲凉茶，喝人参须，对不对？那么喝了这么清凉消热的 ，OK， 想消热排毒，怎么讲排毒呢？有一些人不吃菜的，不吃菜不吃水果的，当然你可以吃刚才我讲的那个蓝藻，对不对？那么如果要喝的话，随身携带出去，整天就喝这个，给它清凉消热排毒的话，叶绿素可以帮忙 ，OK。那么你喝一段时间过呢，它里面有一个功效呢，可以帮我们造血啊，造血。然后你多喝的话，很容易上厕所呢小便出来哈，白白色的，非常漂亮的 ，OK， 那么帮我们排便。所以喝这个叶绿素的话呢，因为我们这个叶绿素啊是我们说 highly concentrated 啊，就是说高浓缩的，所以你喝了过后呢，你第二天上厕所你不要给自己吓到 ，OK， 如果你有那个习惯上了厕所自己偷看一下的话呢，它会比较呈绿色，比较绿色，比较软。所以对那些我刚才有提到为什么女孩子喜欢喝，对不对？对那些如果说有便秘问题的啊，上厕所啊，跟你讲那个 project 很大了，上厕所像一个大 project 这样子的啊。这个叶绿素呢，你可以叫它泡来喝 ，OK。那么你要泡普通 temperature 也可以，
你要泡冷饮也可以，明白吗？那么这个就是这个 chlorophyll 啦，alpha 提炼出来的 chlorophyll。OK，那么这里有英文版的，你可以看到呢一些这个好处在那边。好，我们讲重点，叶绿素今天其实很多人有喝过，而且它 repetition 呢，我们讲 marketing side 来看，以一个创业者的想法跟思维来看呢，叶绿素它的这个我们叫 repetition 会相当快，因为它是每一天呢，你一个像我这样大杯的水，对不对？刚才我忘记泡哦，那么这样大杯的水呢，其实你一个 spoon 或者两个 spoon 呢已经够了的。整支青色、绿色的，明白吗？所以早上到晚上你都可以喝，不是分时间的。最近如果你有看香港的连续剧的话呢，他们里面也有做这个叶绿素的这个广告代言啊，广告代言，插入式直播那广告啊。所以叶绿素是很多人都懂这个产品。OK，那么叶绿素到底多少钱？来，我们看一下，这么好的 highly concentrated 的 pure chlorophyll 啊，是纯的这个叶绿素呢。到底外面卖这多少钱？我们 apple to apple 来做 comparison 啊，我们做一个比较。市场上面呢，很多传直销公司呢都有在卖的叶绿素，而且卖得相当好。OK，卖得相当好，那个市场是大得吓人的，尤其是人口很多的国家。你自己想想看，我们的周边什么国家人口最多的？OK，那个国家呢一定有传销公司在卖叶绿素，因为做的是 population 的生意，很大的啊。你的 downline 如果有说你的伙伴有一百个的话，就一百个全喝，一千个就一千个全喝的。OK，来我们看一下马来西亚价钱呢，我们讲马来西亚钱，新加坡的，到时候我去新加坡跟你们分享啊。那么马来西亚价钱的话呢，一支是500 ml，我们的也是500 ml，所以我跟你拿500 ml 来做一个 comparison。OK，500对500，apple to apple，外面呢会员价啊，传销公司的会员价，那么是在70块左右的，有些公司是60多，有些公司超过70多块的。OK。60块、70多块左右的，OK，所以我抓一个70块。当然，今天呢，在 DNG 的 DCE Mall 里面你去购买的话，这个叶绿素呢，我们有三个好处在这边。第一个好处呢，你不会买到市场价的，你一定会买到比市场价便宜的产品啊，比市场价更低的一个价钱的。来，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好处，DCE Mall 里面你买到的产品才48块500 ml。比外面足足便宜了差不多整30%、20多%的价钱在那边，OK，这个就是成为 DCE Mall 的消费者的一个好处在这边。针对消费者的话，哎，便宜了啊。好，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好处，您的 DC 如何在 DCE Mall 里面呢发挥巨大的威力，这个很重要。刚才我讲过，在 DCE Mall 里面消费呢，如果你要用48块全属的钱来跟我买的话呢，非常欢迎，可以的啊，可以来用全部。48块180的 cash 来跟我买是可以的。那么如果说你要获得 DC 奖励的话，48块你要获得 DC 奖励的，你一定要掺一点点的 DC 在里面，最少10%，最多50%哈。那么我就拿一个 example 呢，给大家看看一下怎么样去算。来，我给你一个 example，高浓缩的叶绿素48块一支，对不对？48块一支，你只要给现金24块，你只要给现金24块，那么再有 balance 才有多少？balance 才有24块，对不对？那么你会想，是不是给24块的 DC？不需要，你只要给12块的 DC 而已。12块的 DC 呢，在 DCE Mall 里面，它自动的价值乘二。这个就是我们公司呢，为什么老板这么贴心，想要给各位在很快的时间里面，马上看到你 DC 的价值。这个就是第一步而已啊，第一步而已。就是说，你们2018年开始跟我们在一起的会员领袖伙伴们，你们的 DC。才用12块，它体现出了24块的价钱在那边，那个价值在那边。那么总共呢，就48块。好了，我们说第二点呢，你要用这个创业者的思维来考虑跟来思想啊。48块，请问你的成本多少？你卖给顾客，我们说卖顾客价就好啊，这个会员价就好，顾客价过后我们才讲。今天是来教你们怎样在 DC 里面看到钱。48块的产品你卖出去，但是你的本钱呢，真正你拿出来多少钱？24块。请问一个生意，你拿24块出来卖48块，赚24块，是不是等于100%的利润，对吗？100%的利润，中间的 DC 是公司奖励给你的。你一直有消费公司产品的话呢，或者你有做这个生意这个平台的话，DC 你只会越拿越多而已的，明白吗？OK，所以呢，这边第二个好处就是你的零售利润呢可以高达至少100%。如果你用这个 DC 的话啊，那么 DC 看你用多少了，对不对？那么我刚才我讲过呢，我们有三个好处在 DCE Mall 里面。第三个就是我们的 Gelo Plus 啊，各位，很容易的，你再一次获得这个叶绿素48块180的 DC 奖励。所以你真正算起来一罐的叶绿素48块，你才拿24块出来，但是你能可以拿回来的东西呢有多少呢？
非常多哦，非常多。那么讲到这边呢，很多人是想问 ADC Emo 怎样用啊？你放心，到时候呢，我们会跟你分享怎么样去用这个 DC Emo。现在我们如火如荼的在把 DC Emo 呢要推出来了，所以大家要准备一下，OK？今天呢就跟你们分享到这边为止。今天的 DC Emo 里面的新产品叶绿素次数的，你们又多一个产品可以选择，OK？因为呢，这个也是我们素食者或者是说非素食者也好，都必须的一个产品来的，OK？蓝藻叶绿素。还有新产品出来，下个拜四呢，我锁定你8点半再上来跟我们这边 Zoom 呢，我再介绍新产品给你，好不好？那个呢，下个礼拜的是你非常需要的啦，跟你讲先哈。来，我们看下去。好，然后 Zero Plus 新产品 DC Emo，这都是我们的版图里面的东西啦。这个你可以看到啊，2018年我们 Zero Plus 一推出来过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 DC Zero Plus 过后，去年我们开始盖了一个新的工厂，然后起了一间新的工厂。今年也会开始用了，然后今年2020年呢，你可以看到中间那边哦，我们已经要 launch 这个 DC Emo，很多新产品陆陆续续会上来，OK？明年我们会做这个 IPO 上市，后年呢，我们就在 Nasdaq 美国上市，然后2023年我们最终的 ultimate goal 就是我们的目标呢，想把大家的梦想呢一起带到去我们的 DC 的国际平台上市啊。那么最重要的是2018年开始，或者是甚至2010年开始 join 我们的朋友呢？各位，我们已经走到一半了，哦，还有一半的路要走，OK，还有一半的路要走。所以，如果说你之前错过有 miss the boat，你错过我们之前的很多的 launching Zero Plus 等等的话呢，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呢，给你进来呢，跟我们一起完成所有人的梦想，OK。所以 DNG 在这边呢，等着各位一起，我们来开拓这个市场，OK。好，刚才我讲了，今天我们模式呢，我们只带过一点点，跟你们讲了一个产品，对不对？那么最重要呢，在一个公司里面，你说我是来赚钱的，我来看钱的，我要开拓一条新的出路，啊，或者说我的生意失败了，我要东山再起。好，你有你的理由，但是说你进入一间公司之前呢，你应该要去了解一下，除了背景、制度、模式之外呢，我们说这个市场计划你要去了解一下。我们有十大奖金，对，十大奖金。那么这个奖金里面呢，我们分为很多很多种，那么每一种呢，你都是有机会拿到的。OK，实算。你怎么去看这个花红？各位来这边听我讲一下。新人，你们看 sponsor bonus， 这个是非常非常 direct 的，好吧 ？sponsor bonus， 只要你有推荐朋友进来的话，就是会有这个奖金。那么其他公司呢？我们特点在哪里？其他公司是一个 sponsor bonus， 我们这边有两个。OK，pairing bonus， 你开始做组织过后呢，你会开始看到，哎，这个生意不是靠自己的，个人英雄在传销，在我们公司里面呢是行不通的，你一定要什么？要组织才会做得更大、更深、更远。OK。那么在这边呢，很多人就会看 pairing bonus， 也是一样，外面公司只有一种 pairing bonus， 我们有两种 pairing bonus， 而且单单这个 pairing bonus， 如果你是白点点的话，你这边都可以收入过百万，单单这边你可以拿满的话，你都可以过百万啊。什么叫拿满？对不对？你听到 Mike 讲那句话了，拿满。好，你去问一问你的上线或者问一问你的 referral， 怎么样叫做拿满？应该怎样 fully utilize 跟 maximize 你的 profit 在我们的这个 DNG 平台里面 ，OK？你做任何生意都好，你都会算 maximum 我可以赚多少钱。你开一间店面，像我们的妈妈非常厉害，根本那个店租了，员工也请了，把它拆成两三个 shift， 24小时赚完它。OK， 这个叫做 maximize profit 啊。那么今天在 DNG 五外里面呢，我们要有妈妈的想法。那么你怎样把这个生意呢做到 maximize 它的 profit？ 带电量是一个很关键的名词啊，各位尽量把自己呢 upgrade 上去带电量。接下来我们有 Infinity Bonus， 当你全部的组织呢，很多人在开这个 Infinity Bonus 的时候呢，各位非常棒，你在哪？第六个 Matching Bonus， 第五跟第六这个呢是做很大的，也是配合了那些想跟我们一起开拓全球的 Globalize 你的生意版图的。第五跟第六这个奖金呢，你真的是要去学明白它跟看懂它 ，OK？ 因为这个奖金呢，你算不到，你已经是算不到了的。有些人进来他要算，对不对？一二他会算得到，三四勉强他还可以看得到。第五、第六呢，你一定要等公司的电脑帮你计算，因为那个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目。OK， 这边呢是过百万的一个收入的。哎，我们再往下看，操作奖励很简单，你如果懂得电脑、懂得电话、iPad 操作的，这个奖励你一定拿到的，明白吗？你可以帮你的下线、下线的下线，只要你组织以下的，你帮他做一些简单的操作 ，maintain 啊、买货啊、消费啊，你都有钱赚。OK， 第八个，只要你有在做的，我们说我们是双轨制，只有你的这个 system， 你的组织在跑着的话，旅游奖励积分是自动帮你累积的。也就是说，在这边呢，
DMT 里面呢，你除了可以赚到健康，赚到第二次的开拓这个赚钱的机会，你可以赚到很多花红之外，那么旅游奖励呢是必然的，自然而然形成，你不知不觉这样子去旅行的。 OK， 好，那么去旅行赚钱过后呢，你会累积到一些收入，那么这些收入累积下来呢，你会进入这个名人堂，在名人堂那边呢，你有不同国家呢以物在免费去旅行。 OK， 为什么我 emphasize 在旅行呢？因为今天的分享者等下他会出来跟大家分享啊，等下我再讲啊，很多旅行的东西。好，那么去旅行的时候呢，第九个名人堂，当你去旅行的时候，公司会有一个董事花红的发放出来，最高可以去到$70,000的一个 pocket money 给你去旅游的啊。那么如果你有拿到的话呢，记得啊，去到哪里都买一点东西给我就好了啊。OK， 为什么呢？因为$70,000在我们的 system rate 里面呢，马来西亚的话我们是城市$70,000等于是280,000，就是28万马币给你去做这个旅游的 pocket money。OK， 那么这样多的东西，今天呢不排除有一些人非常懂传销的，在我们公司里面呢，你将会免费获得3个户口，如果你是Titanium的话。 OK， 所以我说Titanium这个名词很重要。那么你做到 Infinity Bonus 呢，公司会再多送你2个这个 account， Total Maximum 你可以拿5个 account。 那么你会想这5个 account 等于什么？等于5间店面，对不对？做传统生意的店面越开越多，分行越开越多越好，所以在这边呢，你可以得到5间分行的这个花红收入。那么你要问我了，哇，这5间店面开那个 maintenance 会不会很高？各位，如果说今天呢，别的公司的话我不懂，在我们这边的话，你每一天，只要你有这个喝 mangosteen 的话，那么一个月啊，其实呢，我们的 maintenance 给5个户口呢，才200多块就可以做得到马币啊，200多块可以做得到。所以呢，你要 commit 啊，或者说啊 maintain 你的整个生意的话呢，一个月200多块就可以 maintain 了，你 compare 到外面的，我跟你讲几千块都有。 OK， 所以我们这边呢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奖金制度在这边。那么这样的制度，你听Mike讲几百万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各位往下我们看一看，最下面呢我们有几张的照片给大家去看的，这些呢都是我们领袖的一个月尾的10天里面呢，我们的领袖的收入。 OK，这一张呢是夫妻档两公婆一起在做 DMT 的生意的啊，全身投入。那么呢，你可以看到一起呢赚了300多千，是在10天里面，平均，一天呢30多千，平均一个小时呢1000多2000块啊，1000多块每一个小时，在那10天来呢，每一个小时都1000多2000块的收入进 pocket， 连睡觉都有钱拿。这个就是为什么这样多人想做 passive income 啊。那么这一行生意呢是对了的。OK， 好，我们再往下去看。那么这一位呢也是我们的一位领袖，那么在短短的10天里面呢拿到了136千的这个收入。往下看，那么这个呢也是一样，10天超过6位数，104千的收入啊。那么你可以看到这边还有 DC wallet 啊， e-wallet， tri-wallet， 很多种不一样的 wallet 呢，到时候做小组会议的时候，你们的领袖会跟你们一做分享的。然后超过6位数的，你可以看到呢还有很多很多来自马来西亚，来自新加坡，不管你是马来西亚哪里都好，都有很多领袖。然后除了有6位数之外呢，我们5位数的非常多，超过150个呢有这个5位数的收入的。那么这边可以看到19000 9000 8000 13000，对不对？你眼睛，我在讲这的时候你眼睛一定在看着这个数目，我跟你讲这个数目你全部都要乘4，因为这个是在我们 system rate 里面呢，我们还要乘4的。 OK， 那么如果是新加坡朋友的话，我们要乘 1.4、乘 1.4。 OK， 那么我们看一下，我随便拿个 example，7100等于马币差不多整29000左右了。 OK， 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在短短10天里面制造出来的一个啊伙伴他们的收入。当然呢，没有付出是不会有这个收入的。 OK， 我们这里一个公司呢是合法的，道道地地的在做这个生意，做这个传销的。 OK， 所以这些领袖们呢，这些伙伴呢都付出了自己的这个很大的努力才有这样的一个收入啊。但是呢，因为我们的制度的这个威力呢，你可以看到它是 you get what you give or you get what you see。 OK， 那么我们这边也恭喜其他10天内超过 10K 的，就是10000块收入的伙伴呢，因为太多我也放不完。今天呢我们上来这边主要是给大家呢看看真人真事真分享的 out of 150个人里面，今天呢我就抽了2个出来呢跟我们做分享。那么今天的安排呢是比较特别的，因为第一位这两位都是这怎样讲，姐妹花。那么第一位出来的呢是妹妹啊，第一位出来的是妹妹，然后她的先生呢也是刚刚过了这个星期四帮我们做分享的 Mr. Lam。
那么今天是由他的太太来帮我们做分享，过后是由他的姐姐来帮我们做分享。我们一个一个跟你做介绍一下啊。OK，Jayaway，Miss Jaya 啊，Miss Jayaway。那么小图你可以看到的，这个就是 Mr. Lam 那一天星期四呢跟我们一起分享的。那这边呢是 Jayaway，Miss Way 的一个照片，在这边在我们做活动的时候呢帮我们拍照。OK，Jaya 来自哪里呢？来自槟城哦，Jaya 来自槟城，Miss Way。好，那么跟我们一段时间了，非常不错哦。那么毕业于 UUM 会计系，又是一位 professional，OK。那么他先生 Mr. Lam 呢，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也是与这个金融跟这个会计industry 的，OK，非常会算，好，非常会算，好。那么目前呢，与一个企业呢任职这个会计经理 finance accounting manager 哈 accounting manager。那么当然呢，他们的工作呢，每天就是在看这个数目，所以对数目呢非常敏感的。你说你会算，他们两公婆比你更会算，这两公婆都就是拿高跟鞋过日子的，OK。好，那么呢，几年前开始加入我们 DNG 过后，因为自己服用产品，当然有很多 product 见证，他不会分享很多 product 见证，主要目的是他之前看了其他朋友他的一些 customer，因为产品呢而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那个健康，然后他自己想想一下，哎，这样子我可以去了解一下到底 DNG 除了这么好的产品还有什么东西，过后就深入的去了解 DNG，那么10天里面呢，创造了5位数的收入。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呢，他先生 Mr. Lam 上个星期四有跟我们分享，10天里面他拿了40多千的收入，哦，马币40多千的收入。今天他太太 Jaya 呢，也在10天里面呢拿了马币17千的收入，哦，所以两公婆呢接近这个6万的收入，哦，在10天里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 Mr. Lam 是退休的，然后呢 Jaya 呢。还在会计里面呢，有在做工。问题是 MCO 里面呢，大家都人心惶惶，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OK， 所以今天我就把接下来时间呢交给我们的 Jaya。那么最重要呢是希望他可以跟我们分享他自己当初为什么会看到我们的公司，那么又怎样去开始这个生意。他跟 Mr. Lam 两个人的两公婆一起去看这个事业。那么我们给他一个掌声，欢迎他跟我们分享，好吗？好，杰，我把这个 spotlight 放给你了啊，杰。谢谢麦哥，听到我的声音吗？谢谢，听得清楚。大家好。你好。我来自槟城，我在2014年加入。杰，你可以把你的把你的 screen 放下来一点吗？看不到你的脸啊，太高了啊。OK， 好，漂亮。我在2014年参加 DNG。然后当初是我的阿姨介绍我的，然后那时候我也因为我一向来就是很讨厌传销，然后我也不打算在传销这一行就是有什么作为，因为以前我曾经参加过很多公司，有一些是被骗进去的，然后我就很反感，老实讲我很反感，因为所以我一向来我就是很，如果我要介绍我朋友，我直接跟他说，我等一下好像有一点回音是吗？有回音吗？有回音啊。有回音哦。有很重。对不起啊，等一下。对不起，因为我开这两个 account 啊，所以那时候我就加入了 DNG， 不过那时候我只是一个 consumer 咯，然后我开始就是看到。产品会说话，然后我介绍了一些朋友吃了产品，当然也有很严重的问题的，然后看到他们获得了健康，我就开始对 DNG 开始有信心。然后老实讲 DNG 现在8个主要产品呢我有都在用着的，所以其实老实讲产品呢我是多少我也是知道产品的功能，okay？ 然后为什么我会开始有兴趣开始多花一些时间在 DNG 呢？因为我看到 DNG 的未来有很好的未来。在2018年呢 ，DNG 开始了 DC， 开始了就是 Zero Plus 的 concept。刚才好像麦哥讲什么是 Zero Plus 的 concept 呢？就是我们所花出去的钱呢，100%可以拿回来。今天不管你在什么公司 ，A 公司也好 ，B 公司、C 公司、D 公司、E 公司，我们一个月花300块、500块、1000块，一年花10000块，都是拿不回的。而在 DNG 呢，我们是可以100%的拿回来。
所以这个是我们过后就可以免费重复消费，而且更何况呢，我们的 DC 呢，其实是因为 DC 是 limited 的，然后我们是 existing 呢 DNG， 如果大家知道 DNG 的背景呢，我们 currently 呢也是有50多个国家的 customer， 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的 DC 是会涨上架的 ，OK， 会升值的。尤其是在我们公司，如果在2022年在 Nasdaq 上市过后呢，全世界更多人会认识 DNG， 然后2023年呢，我们的 DC 也会上了平台过后呢，我相信我们的 DC 呢，最保守估计啊，最保守估计应该会上10倍以上。所以那些还没有 DC 的呢，我们就尽快快点快点 collect 更多的 DC。大家知道怎样 collect 更多的 DC 哦？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买产品或者通过 networker 呢，我们所赚的钱呢，20%呢，就是公司会还我们在 DC。其实我们现在大家都是，我还有就是，我觉得最重要呢，就是我们觉得 DNG 好，所以我们就要用心去经营。其实我看到很多有一些人呢，他们就是加入很多公司，每个公司都加入。所以我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没有专一啦，其实因为我们老是讲，为什么我们要专一在？如果你认为 DNG 好，你就花更多时间专一在 DNG， 为什么呢？第一，如果我们分心的话，你没有那个 credibility 啊。大家不会相信我们。今天如果你今天卖 DNG， 明天你又去卖 A 公司、B 公司、C 公司的产品，你叫其他人怎么能够信任我们，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专心去经营这个事业。然后其实老实讲，对我来讲呢，其实产品会说话，然后我们也并不需要去神化产品。其实我每次跟人家分享呢，我就是用我个人的个案，跟因为其实 DNG 的产品，尤其是 Mangosteen 啊、Bergamot 帮了我很多，然后我也是用我自己的本身的经历，跟我的 customer 的经历跟人家分享。当然还有我们那个100大的那个 testimonial， 我们都可以跟人家分享。我们今天并不需要去神化任何产品，我们就是快乐真诚的分享就好了。因为其实我有 go through， 我有听过一些人，当然可能有一些是个人问题啊，而不是公司的问题，还好不是 DNG 哈，其他的公司我曾经听人家说过，有就是有一个人得了癌症末期， OK， 医生说只有3个月，那间公司的一位传销就是salesman 这样告诉他，你用我们的产品担保你一个月后就可以完全康复。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医生都没有办法讲给他什么保证，你怎么可以对一个癌症末期的人说我担保你100%用了我们的产品100%一个月后可以痊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太神化那个产品了啊。所以幸好不是 DNG， 也不是我们的公司，不是我们的下线，还好。所以我觉得最重要是快乐真诚分享，就是我们 share 我们的 experience， 也不需要说真的就是太夸张似的。所以我每次跟人家分享我们的产品，我都是就是用我们的见证来分享。其实今天每一间公司呢都会说他们的产品是最好的，没有一间公司呢会说他们的产品不好。可是呢，在 DNG， 老板敢保证，公司敢保证我们的产品是最安全的。我们很幸运是在槟城，所以我本身有去参加过，去拜访过很多次，所以我们知道整个公司的产品，我们有去看整个公司的 process， 所以我是对公司呢的 quality 呢是很有信心，对产品的很有信心，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公司的背景强大，
对公司未来对 DC 也很有信心。还有呢，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呢，就是应该是上个星期四吧，我们有一位新人，就是 Shirley 哈 ，KL 来的 Shirley， 他跟我们分享了，他才加入 DNG 短短几个月，就有超过10000块的收入，而且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说，他才加入了2个星期，他就能够独立去跟人家分享。我觉得他真是好棒，我要给他一个很大的掌声。因为很多人呢，可能有一些人进了2-3年，可能进了5年、10年，都可能不能独立去跟人家分享。所以我觉得他，当然他可能他的领悟性很高，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呢，就是他的学习的精神。老实讲，我们天下没有，就是你不要等榴莲轮兜啊，就是马来话有一个谚语，就是榴莲轮兜。如果没有付出任何努力，你如果每天整天待在家，你什么都不要去学习，是可能会成功的吗？你看我们今天所有的领袖 ，Mr. Ng、Mr. Call， 我们的大 Call、小 Call、Miss Tan、Rachel， 我们的全部，他们都是苦过来的。我们一定要花一些心思、一些时间，在这个事业上，你才会有成果。你并不是说哦，我什么都不要做，然后我就希望能够有月入过万或者月入过10万，那个是不可能的事的。所以每次公司有什么活动呢，或者有什么训练呢，我是鼓励大家多去参加。不要说，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打一个比方，有的呢，有一些我们叫他们去参加的，哦，我都听过了，我去参加过了。可是我问你，你参加过一次两次，你会跟其他人分享吗？你会像我们的领袖这样很好的从 A 到 Z 去跟人家分享吗？所以如果不能的话，你多听几次，然后增加我们的见识。因为有时候一个人在说，有时候可能我们每一次都会学到不一样的东西，每一次会领悟到，都会收到一些新的讯息。所以我是鼓励大家呢，我们要认真的Hello， 哎，各位有听到我的声音吗？还是我们的杰爷那边的线断了？那边断了啊？我的 OK 啊，我的 OK 啊 ，OK 好。各位，我们可能要等那个杰爷那边线回来哈，他那边线可能断掉了。这样吗？好，让通知他，哎，听到了， okay， 听到了，回来了。好呀，你们两个都在哎，你好。我不知道刚才是线断了，现在听到吗？听到了。最后，其实我也是分享到要结束了啦。最后我要感谢我的整个团队啦，哈，因为没有他们的付出，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也是不会有今天。然后今天其实我是做 part time 啦，所以我只能在 weekend 或者在weekday 的晚上来经营这个事业。然后我很开心呢，就是经营 DNG 呢，我帮助很多人找回健康，也帮了一些人得到财富。我最开心就是听到我的下线告诉我说，我从来没有在一个月里面赚到这么多钱，所以他们所赚到的比他们的薪水还要高几倍，所以这个是我感到非常欣慰的。所以我相信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有付出，一定有成果。谢谢大家。哎，谢谢阿杰啊，不要关心，谢谢杰。OK， 我这边还有几个东西想问你的。所以刚才你的分享呢，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说你说要付出才可以得到一个回报，这个是非常非常认同的。OK， 那么你跟 Mr. Lam 呢，也再一次恭喜你们呢，拿到这么好的一个收入了。其实两公婆这样子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收入哦。那么我觉得今天在场的这么多人呢，比较好奇的是你后面那两张 banner。啊，那两张 banner 可以跟大家或者说明一下那个 banner 是什么东西来？哦，这个是我忘记了是2018年吧，是啊，
OK， 因为现在我是肉肉了哈，因为我有一阵子是更肉的 ，OK， 是更胖的。我看我最胖的时候应该是2014年，然后我们就参加了这个就参加了这个蜕变营 ，OK， 我一共参加了两届，所以这个蜕变营呢，那时候我们就是用 MBY， 就是 Mangosteen、Belamor 跟 Yamato。然后就是，然后配合一些饮食，就是我们有 low GI 这样之类的，所以那时候我就在三个月里面瘦了9个公斤。哇，这个。然后其实，在 MCO 的时候，当然其实如果能够配合一些运动是更好啦，因为老实讲，我本身我相信如果我有运动的话，我的成绩一定会更好啦。因为我本身在 MCO 的时候也是有瘦了4个公斤，可是现在哦，因为我想 MCO 的时候可能我们在家就可能稍微有做一些 exercise， 然后有很规律的吃着保健品，然后可能也是因为 home cook 啊，所以我瘦了4个公斤，然后 alarm 瘦了6个公斤啊，不过现在吃回外面的食物又弹回1个公斤哦。OK， 但是又是榴莲季节嘛，吃了很多榴莲。我刚才下午就是吃了榴莲，然后喉咙有一点不舒服，所以就赶快喝了6条的 mangosteen， 然后叫阿兰帮我，就是做背部的排毒，用 Belamor 背部排毒。所以刚才下午的时候，其实我整身是有发热气的，不过现在已经好了98%了。谢谢 Belamor， 谢谢 mangosteen。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把生活 DNG 化，把 DNG 生活化 ，OK。所以这边 Jay 帮我们分享了，非常棒，我们给 Jay 一个掌声，可以吗？就啊，也谢谢你啊，谢谢你的分享。刚才我听你讲到说，您的下线、你的伙伴呢，也有一些在这个刚刚的这个 income 里面呢，他们也是拿超过5位数的收入啊，也是有很多个是吗？有啊，有好几位，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拿过这么多的 income， 所以他们都很开心，所以我们也帮，我们也是替他们开心。对，就像今天我们的一个 wrap up 这样子，就是今天你来分享啊，主要是告诉一些做 part time 的，其实做 part time 也可以很有 part time， 有 part time 很好的一个收入，你明白吗？有 part time 的一个做法，在我们这一行的话呢，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做 full time 才可以成功哦，其实 part time 也非常不错的一个收入，对吗？姐？对，如果你有付出的话，你肯定会有收获。其实我们一向来呢，如果我们稍微动一动就会有4位数咯，然后如果努力一点就5位数，绝对不是梦想。是啦，6位数当然是要努力。是啦，也是那个市场制度，我们真的是去研究市场制度。如果说你想要像职业这样子的收入的话呢，制度去了解一下，不懂的问一问上线，怎么可以拿到收入，好吗？好，我们再一次的给我们职业一个掌声啊。然后我们谢谢他，谢谢他时间，谢谢你，好，谢谢你。OK， 各位，所以呢，刚才我们的秘书姐一样的来自槟城的跟我们分享了，她是 Alarm 的太太 ，OK， 那么她讲的东西呢，我也不再重复了，大家听得一下相当清楚。那么接下来那一位呢，接下来这位是她的姐姐哈，是她的姐姐。那么两姐妹啊，你在想啊，两姐妹谁是上线，对不对？谁先进来的？跟你讲 ，J 二先进来的啊，妹妹是上线，然后呢，这个。接下来那位呢是他的这个下线的哈，慢他进来。但是今天呢，其实在 DNG 呢，我们说他姐姐，就是我们接下来下位分享者呢的收入呢，跟这个做呢是比妹妹呢更出色的啊，更出色，对不对？来，我们看一下。OK，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Annie 啊，接下来是我们的 Annie。OK， 你们听到我的声音吗？听到吗？听到给我顾一下，有哈。OK， 好。因为有人讲我听不到声音。好，接下来这位呢是 Annie 哦，这一张照片呢，如果今天你有去大会的话呢，你都见过他，但是在 Zoom 里面呢，他并没有出来跟我们分享过，因为要出来分享的人很多哦，所以 Annie 就留到今天呢才跟我们做分享。来自槟城北海的 Annie 哈，也是我们的 Per Director， 今年大会呢有帮我们上台分享的。但是很多人更不懂的，其实 Annie 他的这个人生的工作经历是非常丰富的。他在工厂生涯就超过了29年的工厂生涯。那么在同一间厂里面呢，他从 production 生产线做到去 QC， 做到去这个logistic， 做到去这个 marketing sales 那边，所有的部门他都做过了。那么他都不进入 accounts，
然后因为他本身跟我聊的时候呢，他说他对数目啊很头晕的，完全不喜欢看数目字。也就是说，我们的 marketing plan 呢 ，Annie 一开始进来我们的 plan 的时候，根本是不看 marketing plan 的，明白吗？那么他看什么东西进来呢 ？OK， 那么现在呢，他是 full time 退休了的啊，提早退休。为什么提早退休呢？在 DMG 里面呢，我们看到很多人都在做 full time、part time， 但是提早退休的，我跟你讲没有几个。他是一个因为 DMG 呢而丢信给老板，然后 pack palm low 提早退休的。OK， 那么为什么呢？等下他一一跟你分享。那么在这里跟你介绍一下他很特别的一个身份。他 full time 过后呢，在 DMG 这三年来所推出的全部的旅游奖，他都是大满贯，就是每一份的旅游奖他都会去。都是 fight 到的。那么以前呢，据我所了解，他在29年的工作生涯里面呢是没有时间去旅行的，不要讲太远，他再都没有什么机会去的。 OK， 那么在我们 DNG 里面呢，旅游奖大满贯哈。那么 MCO 期间跟你讲，马来西亚3月18号他3月17号应该没有记错的话，应该到了新加坡，就被新加坡那边困住，困了3个月，刚刚才回来不久不了。所以为什么 MCO 期间没有安排他上来讲 OK，但是 MCO 困在新加坡呢，这3-4个月来他的收入呢并没有影响到，那3个月呢更好，3个月的收入呢破5位数。 OK， 那么这边呢我给大家看一下他的收入，马币呢38000，这个是错的，因为这个呢是到6月30号2:03下午而已，还有 整整10个小时的时间呢，很多 sales 在忙 key in， 因为他在忙 key in 的关系呢，所以他没有去screenshot 他的这个 page， 那我们公司也没有去 screenshot 到。所以真正我跟他了解呢，他的收入是超过4万多块的，他的4万多，燕平的17多， Alarm 的40多，所以呢，他们怎么说，这三个人啊，一家人有关系的哈，在这边的 DNG 的平台都拿了差不多整90多整百千的一个收入在那边的 ，OK， 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哈。所以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各位的掌声哈，有请各位的掌声，我们给我们的 Annie 一个掌声，然后呢。请 Annie 帮我们做分享一下，因为 Annie 的分享将会是非常非常的精彩的。Annie， 等下啊 ，Annie， 我找着你的那个出来，等下啊，我 co-host 你。All right， 应该有了。你按 speaker 了没有？你按麦了没有？啊，有 ，OK 了吗？ Okay. 有听到我的声音吗？ Okay. 可以，可以 ，Annie。好，谢谢 Mike 哥，谢谢 Mike 哥。各位 DNG 的领袖，各位伙伴们，以及各位新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 ，Annie。哎，感谢公司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哈，其实我是一个不喜欢，我跟我妹妹一样不喜欢 MLM 的，也很少是保健品。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保健品不便宜的，好，保健品是不便宜的。然后像麦哥刚才介绍我是打工一族，而且打了29年。坦白讲，我的薪水呢，因为我是社会大学毕业的，所以也可能是这样的文凭比较没有之前了哈，所以我的薪水是蛮低的。那我的钱呢是左手收，月头拿，没到月底就花完了。所以要我吃保健品呢，几乎是不可能的。好，所以我也很少去了解这个保健品这一块。加上因为我从打工的时候呢，就有看到很多。市场上的一些就是 direct sales 啊，他们会来介绍我们。那我看到的是因为有一些小公司经营不久过后就倒了。那我不是说他倒不倒的那个问题，我是这个跟我们没大关系。最可怜的是在经营的人啊，他们这样辛辛苦苦的经营了一段日子，好不容易拿到了 certain ranking。然后那个公司就倒了，所以我觉得很可惜，因为大家都知道能够上一个位置是不容易的，是有就是有努力过的。
所以我加上，因为以前我又看到一些很多公司我不要 mention 了哈，因为要存货啦，产品又贵啦， maintenance 又高啦，所以我几乎是不喜欢的哦。因为对我一个哈是钱不够用的人，这个跟我是绝对是不可能的哈。可是大家有想到吗？无论你吃不吃保健品，好，我们身体是会老化的。那真的有一天我身体出了状况，而且是非常严重的。好，那个状况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全身都痛，而且起来脚踏地也痛。所以我真的我很乖的，我不舒服我就去看医生，不舒服我就去问医生。那总结来讲，查不到我是什么原因，那我有一点就是很失望也很无助啊。那在这个时候呢，我很感谢刚才跟你们分享的我的妹妹啊，雅雅，她就拿了一盒 mangosteen 来介绍给我。所以 mangosteen 对我来讲呢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捩点，就用了 mangosteen 以后呢，我的健康就慢慢的找回来了啊。然后很快的我又能够把我的工作岗位的东西做好。因为当你生病的时候，不要讲是说你会很彷徨，就是因为你天天在做的东西，你还是会有好像有心力不足的感觉，就是会很辛苦。你会觉得这么我已经做了这么多年的工，我好像越做越做不来这样。所以不止，我相信不止身体，精神上也是受很大的压力。所以mangosteen 可以说是一个神奇果子，对我来讲也改变了我的生命。好，我可以说如果不是 mangosteen， 我今天可能也没有坐在这里跟各位讲话哈。然后真的很感谢我们的公司，跟很感谢 Mr. Perry Win 哈，给我们除了带给我们这么好的产品以外哈，还给我们这么好的 blend。好像麦哥讲的，其实我对 blend 这一块哈不是很熟的，一直到我走进full time 的时候，我开始紧张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开始跟人家分享，然后我对于这个钱的问题怎么算呢？我又因为我是 MLM 菜鸟嘛，所以我就就很慌，一直问 leader， 叫 leader 教我。所以这个是我很同意刚才他讲的那一句话，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各位，如果今天你想经营，在 DNG 有看到那个能够改变你的人生的话，你一定要付出一些时间来学习。因为最近哦，在Zoom meeting 我看到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很棒，好像 Omega 他们那一群啊都很棢，他们才进入多久罢了，他们就可以出来讲，而且收入是过万的。我看了我有跟麦哥讲说，哇，我真的佩服他们。今天我在这里，我是2014年进入 DNG 的，然后我半年我就是分享产品，因为我对 blend 没有兴趣，我就是因为我吃了很好嘛，所以我一直分享产品而已。所以从产品那边呢，我看到了非常多的见证。好，所以在大会的时候 Mr. Perry 有跟我们讲，未来会有更好的产品会在 DNG， 各位不要错过。真的，如果我们有心想改变生命改写人生的话，我们就认真的看这一块，好，不要分心。真的时间不多，如果在分心的话，我们只能看着人赚钱，看着我们身边的人去旅行，就这样而已，好，没有什么的。讲到旅行这一块，我打工，说是早九晚五，其实我是8点多就要上班了的，到下午6点，各位，然后回来已经没有什么多少时间。不过我很庆幸的是，因为我有很好的上线，有 Mr. Ng、Mr. Ang， 还有阿姨 Jessie、严冰 Lam、Miss Ang， 还有Colin， 他们很多很多这些螃蟹也好 Selina 也好，他们都在帮着我们。因为当我们有这些讲座会的时候，他们都在准备着很多很多东西。因为我们放工能够赶去参会是很好的了，不
不要说我们还能够做什么，就是联络人就已经够忙了。所以我觉得没有他们，我没有今天。我很感谢他们，他们真的，我们 PSD 各位，你们真的很棒。我还要感谢我所有的下线，你们真的这一次的努力，真的我看到，也如果不是你们，我不会这样好的收入。谢谢大家。还有讲到刚才那个理由哈，我又 miss 掉了29年的工作，我算算哈。我29年里面哈，我几乎10个手指拿起来哈，我应该没有超过这个国内国外啊，国内国外不是国外哈，应该没有超过29年耶，你知道吗？我这 before MCO 哈，这我 full time 呢是2017年年底，二零几年哈，就是3年而已啦。如果没有，就是3年而已。我去的地方多过我29年来所在打工时所要去的。我自己也惊讶，我自己也惊讶，真的，我觉得怎么我好像最近哦，越走好像越密啊，就是公司的 training 啦，公司的旅游啦，还有有时个人的啦，因为收入有好一些，所以。也可以出去自己喜欢去的地方。我们我可以说是时间自由，财务自由，3年。好，各位，我们如果真正的要看到效果哈，我们就专一咯。好，能够最好是因为我们公司你看哦，现在是在2018年开始 launch DC 的时候，我甚至也跟我们的老板 Mr. Perry 讲，我什么，我听到 Bitcoin 了，我眼睛就大了。然后他又讲利息啊什么，我虽然数学不好哦，麦哥，可是哦，你讲到这一些有回馈 100% 的哦，我真的啊，我整个人啊，真的很开心，超开心的。我甚至也跟老板讲谢谢谢谢，真的我知道说，你看啊，我2014年开始用到2018才有利息哦，所以那时的感受哦，你看哦。哎呦，真的，所以哈，我们现在如果开始的话哈，好像 Rachel 哎那一天有提起的，被动收入越早的开始就越好，因为时间的是不能停止的嘛，很快的一年过去了。那如果我们还在等的话，还在看的话，真的哈，我跟你讲哈，等到我们的 VC 好上市啊，我们的那个 PPP。看到了，我跟你讲，你再回来问我的时候，我不知道要讲什么，我只能讲你 miss 了，可是要做还是可以的啦，因为有 DC EMO 嘛，接下来的 DC EMO 真的哈、哦、会给我们生活上带来很多很多的方便，所以各位伙伴们，我们对自己的选择哈、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我前面一直讲要努力要专一，可是。选择这一块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选择对的话，你可能少奋斗10年、10多年、20年，看你怎么样发挥。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在 DNG 的模式啊，可以说是最先进的了，我看来是最好的一块了。我不知道其他的，虽然可能有一些其他公司有一些 voucher 啊，有一些回扣啊，可是各位试想一下，有哪一间公司我们买了可以100% rebate 给我们，而且我们的 DC 我们放在公司，还有就像一只金鸡这样每天哦，各位给我们钱的。我一直跟人家分享，这个比银行收银行更好，是不是？你们如果真正算，虽然我数学不是很好，可是哦，真的想回来，有得吃免费，又有得 free DC， 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觉得我越来越喜欢这一块，我感觉到我现在是工作与生活为一体、啊、这是我跟 Michael 分享的时候 Michael 给我的一个就是给我一个提醒，真的工作与生活为一体的，我非常开心，我没有压力的做，而且我可以看到可以帮助到很多人，我希望我这一些接下来能够帮助到更多人，我也希望在线的朋友们好，我们如果看到的话赶快抓紧机会好，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所以最后呢，我还是要谢谢我的团队们，我的下线们哈，谢谢，还有公司的management staff 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一直来的配合，我真的在 DNG 哈，我可以说哈，人生如果可以说是遇到一个贵人哈，我跟你讲，麦哥，我可以在 DNG 看到很多很多贵人，这是我最开心的事。好 ，then， I feel proud to be one of the member in DNG。我可以跟你很肯定的讲，我如果出去哈，我不用穿得很华丽的，我穿一件 DNG 的 T 恤出去，我都会感觉到我很自豪，因为我们是走在前端的。所以各位，我最后呢，我祝各位能够在这一行哈，真的能赚到更多哈，财源广进。最重要的呢，我们要把我们的身体健康照顾好，因为我们的产品将好。我可以说，因为我本身是吃素的，可以说吃素能用的我都吃了，真的很棒，各位你们可以试试哈。然后最后呢，我还是祝大家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啊，我们一起加油。好，谢谢麦哥，我分享到这里。谢谢 Annie， 非常棒的分享。Annie， 我相信刚才你的分享呢可以吸引到很多人哦，尤其是打工打很久的。OK， 那么现在刚才你有讲一句话，就是一个 tagline， 那天我们讲电话时候有谈起，就是现在呢，我们很想就是像你这样子哈，就是已经是生活已经是非常 DNG 化了，每天睡醒都是 DNG， 就是你的生活是 DNG。好，我非常明白，因为我在这边 DNG 是非常久的时间，所以已经是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它已经不再是一份工作。那么对你来说呢 ，DNG 已经不算是一份工作，我们都是一样的想法 ，OK？ 那么也希望接下来的日子呢，你的旅行呢是会越来越多的，因为刚才我有讲那个 marketing plan 的时候，我们有一个 traveling point， 你知道吗？所以那个 traveling point 是自动帮你累积啊，所以你喜欢旅行的人，像 Annie 这样子的来到我们 DNG 里面呢，我们机会是很多的 ，OK？ 所以Annie， 所以这边我想谢谢你们啊，谢谢你跟杰今天帮我们做分享哈，来各位给他们一个掌声一下哈。不客气，不客气，谢谢大家。好的好的。那么这里我也看到一个东西哈Annie， 今天你是我们杰的姐姐，但是在 DNG 里面呢，你是他的下线。但是今天呢，无论是在 ranking 上面呢，或者是说这个收入方面，你都做的相对的比较好。换句话来讲说，我们的 marketing plan 呢是非常公平的，就是说你有去付出的话，两条线的话。都是收入是非常非常可观的。这里有什么东西跟大家补充一下吗？关系到我们的 marketing plan。其实我们的 marketing plan 哦，因为最近都有十大奖金哦，我算一算哦，其实我感觉到好像越来越多耶 ，Mike， 我很开心。我听完那十大奖金，我觉得哇，好棒哦，一个分赢，一个付出哈、哦，你可以连二接三的拿到很多东西，就好像那个 travel point 哦，100的，虽然我不大会算，可是我觉得不要去想这样多，做就对了，好，因为人嘛哈、哦，总是要做工的。如果你找到一份工作能够给你这么多的福利，还在算什么 ，My girl， 不用算哦，我们，因为我觉得不用算了。在六月尾的时候呢，我知道你们都很忙哦，我也看到你有在。小组的会议里面也是有讲哦，因为你对数目并不是很敏感，但是你一旦知道说公司有一个新的东西推出来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很努力的。你有跟大家讲过，不要去算这么多，也不要去看那么多，就是冲就对了。这一股精神，我觉得是应该给大家知道的。对对对，你看我们的 BBB 哈、哦，打个比喻，我们的 BBB 哈、哦，我们每次卖就是说有人买产品的话，我们都知道说那个 package 是 100% rebate。DC 的，那如果公司又送 share 的话，有什么好质疑的？所以我那一天有分享说，这么好的东西买一连二送，而且你可以算出来的这个东西，公司背景这么大，又不是什么。有时有人会问我说，哎，这么好的吗 ？Too good to be to believe 啦，讲，我说没有关系，你不认识。公司我了解，你可以去 check， 你可以去查吗？所以他们如果听了还不明白，可能那个缘分还没有到，所以我觉得给他们时间想吧，因为
毕竟有一些人他还没有用过我们产品哦，你忽然间叫他拿8000块出来，他会质疑一下，因为你知道我们的现今社会很多 money game 嘛，很多人都受伤过。那如果受伤过的人哦，你再叫他拿出钱来哦，他会有阴影啊，就是有阴影说，哎，这个是不是下一个的 money game？ 他们会这样想，所以这个是很不能怪他们的。所以我觉得就让他们时间去想，我们讲我们应该讲的，我们就真诚快乐分享，不用多讲的，不用讲到很远去的，就把那个简单讲完。如果他觉得还是不要，还是他要考虑，给他考虑，给他考虑。我觉得这个东西既然拿钱出来了，而且这个东西在以后我们是可以看到的，那就给他们去想，没有关系。如果他觉得这个是很可贵的，是有缘的，他们会回来的。我是有接过这样的电话的，是说他们听过后哈，他们会联络我说，哎，你有空吗？哎，他也知道我为了 BBB 会忙哈，然后可以过来一下嘛。哦，我们去找他的时候，他还跟我们讲谢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可贵的，因为我不觉得我今天是卖什么产品，因为我一直跟我的伙伴们分享，就是说我今天敲门进去，我就好像一个圣诞老人了，我就是把东西给了你，又给你 DC， 还现在又加那个share， 所以如果你不要，我会觉得可惜，可是没关系，好，没有缘分 next。或者你可以介绍他比较小的配套，让他来试试我们的产品先，我觉得这个也不错。所以大家就其实在这一行哦，失败是很平常的事啦，没有说像我们做这样久的哦，一讲就通的，也是是有啦，不是说时常有的这个啊，所以大家要有耐心啦，哦，不要说一下子就气馁啊，因为挫折是开始是一定会有，因为你还做不到那个 technique 怎么讲，然后又怎么 present， 可能你去找他的时候你一直想他不知道要不要买，能不能买，不要这样想，因为今天你是送东西过去的，你应该觉得很 proud。 所以为什么我讲我在 DNG 我 feel very proud， 因为我是送的，我们是送的，各位，我们不是卖，我们几时有卖，他钱还在里面呢，是不是？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同意吗？非常棒，非常棒 ，Annie， 谢谢。这个真讲真的是没有错，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态度去分享的话，我们也不是在卖任何东西，我们是把好东西你所懂的，你把它介绍过去，选择与否在于他手上，不在你身上。OK， 好，再一次谢谢 Annie， 谢谢你的时间，然后给 Annie 一个掌声一下。谢谢大家，谢谢。OK， 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各位都见识到了，我们槟城这边呢有两姐妹哈、哦、是非常棒的，在槟城的活动，在北马这里活动呢，两姐妹都非常活跃哈、哦。然后我知道说，因为 Annie 是提早退休的哈、哦、，Annie 刚才没有讲到，其实她是提早退休的哈、哦。然后呢，也希望说接下来的日子呢 ，Annie 会越做越大，因为我所知道呢，她也会向很多地方去跑，开始跑外面很多。所以当你一个地方站稳了，你就开始往外冲哈、哦。在这里呢。也希望 Annie 呢跟我们的 JA 呢大成功，在 DNG 里面拿到你要的东西。JA 在这边，你有什么东西想跟大家呼吁一下的吗？有 ，Mike， 我想刚才我少讲了一样东西。如果我们是想要在 DNG 经营的话呢，我鼓励大家趁着现在 BBB 还有一些，就 grab 那个 titanium， OK， 因为这个 BBB 是最便宜的 titanium 了。所以我们要趁这个机会，趁还没有完呢，我们要快点 grab， 因为只有 titanium 你才能够赚到更多的钱，你才能够赚完。因为如果你不是 titanium 的话，你赚不完的就让你上线赚了咯。然后刚才 Annie 有讲一个，就是其实我们看到机会，我们要赶快抓紧。因为以前我就是在想要不要进，不要进，因为当初我阿姨介绍我的时候，我跟她讲，我不要进，我喜欢 MLM， 我不要进，我要买产品，我跟你买好了。如果当年呢，我早一点进了哈，我就应该是可能今天会爬到比较高了，因为其实我的一只脚是很大很大了的 ，OK。其实我在想，如果我对碰到完的话，我其实是可以买一间 apartment 了的那个钱。
单单对碰奖金罢了，不要说sponsorship， OK。然后刚才我看到 Annie 分享到很棒很棒，因为其实 Annie 向来她从来都没有学过 public speaking， 从来都没有站在 台上跟人家分享，所以她第一次站在台上跟人家分享，就是今年一月份在Spice 的时候，就是当她荣升 board director 的时候，是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分享。那时候她很紧张，她就跟我讲，哎，我不知道要讲什么，我讲你就当着。就不要去看，就把他们当成 normal， 你再跟人家分享这样。所以刚才我看到 Annie， 其实他也并不是说准备了什么东西，而我看到是他真情流露，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快乐真诚分享。他其实就是分享他的经验、他的感受，而并不需要说去写到一大堆的稿，然后去背了一大堆的稿。刚才我可以看到他其实也是由衷衷心的。就是从心里面的感受跟大家分享，然后我也是希望说我能够尽快拿到更多的 DC， 然后我也是希望说其实 DC 呢，我希望能够赚到 更多，然后也是可以让我提早退休，然后可以让我在 DNG 赚到我们的第一桶金。谢谢大家。好，谢谢我们的 JL。 OK， 在这里呢我再一次祝福我们的两姐妹，等下我相信你们 两姐妹有很多话要谈的，可以互相通电话一下。非常感恩今天难得有机会给你们两个一起同台跟大家分享。OK， 再一次的来各位给他们一个掌声一下。好，然后呢我们也希望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呢会有更多的人来跟我们来做这个分享 Zoom 里面。像 Annie 今天讲的，像杰爷所讲，大家都有大家的 point。 所以那一天我有听到一个领袖跟我讲，这几期的 Zoom 呢非常棒。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理由来从事这个 DNG 的生意啊。那么我们只是这边只是一个平台，然后今天可能你刚刚来接触我们的上来这边，你还找不到一个理由去开始去启动的。那么今天你听了这两姐妹的，可能有一些东西是可以 catch 到你的啊。不管怎样，这边都永远有一条出路给大家呢，尽快的 passive income， 越早开始越好。OK。好，那么最后呢在这里呢谢谢各位的时间。那么这边最后我跟大家 update 一下刚才我们的 Annie 跟我们的 JL 所分享的 PPP。 那么现在 PPP 呢我们也到了7月19，明天是7月20号了，所以是越来越少的。所以大家可以的话呢把动作呢再加快。刚才燕萍就是我们的 JL 有讲说呢，这个 PPP 你要把握这个机会呢，把自己升上去这个百点链。今天不管是 JA 也好 Annie 都好呢，他们上来这边都是 Titanium， Titanium 才有机会呢拿完这十个奖金，而且是拿完他的啊，拿完他的。那么你可以这边拿到旅游奖啦，这个我们说真正的这个 bonuses 啊很多，你的选择你要拿什么。然后 public speaking， OK， 在我们这行这是很特别的，像 Annie 这样还有很多很多的，跟你讲没有试过在镜头前面甚至上台分享的，在这个平台上面他们找到了另外一个给他可以学习的机会。因为在读书的时候呢是没有机会给他学 public speaking 的。然后你的工作，如果你做工厂的话，像 Annie 做29年更没有机会说站在几百个人的前面这样去做分享的啊。然后在 DNG 在传销在这条路上面呢，大家可以找到大家要的东西啊。那么 PP 呢各位把握这个机会啊，那么我们马来西亚的 package， 新加坡的 package 都还有，而且呢是越来越少的，所以把握这个机会呢去拿。那么如果谁想要buy这个车的话呢，各位时间越来越少，那么你自己统计一下你有没有10+1啊，10+1，因为10+1的话呢，那个另外一套你可以 key in 给一个新人，也可以 key in 给你自己。 OK， 所以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能力，像 Annie 讲的不是每个人有能力这个 PP 的话，只要你肯做的，只要你肯付出的话，you will get what you see。 OK， 那么10+1那个一套呢，你可以把它放在你自己身上，产品造次不用钱的，而且呢又有 PPP 可以拿啊。所以呢要规划清楚你要的是什么东西。 OK， 刚才我跟你讲有几个好消息跟大家宣布的哈。第一个是我们的 Chlorophyll 啊，我们有蓝藻有 Chlorophyll 在 DC Emo 里面。那么接下来呢有第二个好消息跟大家讲，刚才你有听到 Annie 有听到这个杰爷跟大家分享的，他们都是在做这个参会。我相信马来西亚里面呢有很多地方的人呢以前也是因为参会而认识到我们，包括沙巴沙劳耶，包括吉隆坡，包括州后，包括哪里都是因为参会认识到我们的。现在 MCO 期间呢不能够做参会，但是我所知道最近参会呢开始可以办，而且很多公司呢也开始办。
所以如果我们的话也可以开始去筹备去办的，然后公司这边是会做 support 的啊。如果说你做餐会或者做一个饭局，那么我们说一桌是十个人的，对不对？一桌十个人，那么如果说你要啊、邀请一些朋友来啊，甚至是售票的方式都可以，你们喜欢。那么每一桌呢，其实我们公司是有 support 有 subsidy 的啊，有 subsidy Mangosteen 给你的顾客，甚至给你的上线呢来做这个 marketing fund 的啊，你们去了解一下，跟你的上线呢了解一下，公司已经 announce 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 support 这个 Mangosteen 给啊每一桌的这个啊餐会 organizer， OK？ 那么为了鼓励各位呢，在这短短的月尾最后十天的一个冲刺，我们这边呢决定，如果说你要利用这个机会来开拓自己市场的话，所以如果办这个啊 PVP 的 dinner， 当然里面呢是要鼓励大家去推广这个 PVP， 让大家的速度更快。我们要看到更多的百点量，看到更多的这个速度进来的话呢，各位，我们每一个桌子我们都会额外的 support 这个经费的，大大的降低了你的这个 dinner 成本啊。所以大家要了解更多的到底我们 support 多少 ，support 多少和多少钱的话呢？给你更方便更容易去开拓 DNG 这个生意的话，请你去问一问你的上线、哦、你上线应该全部都懂了现在 OK。 所以事不宜迟，今天19号还有11天左右呢，这个月就完了的，时间很快的、哦、所以呢要拿到我们公司的这个 Ultimate Support 的话呢，产品加钱大大的把你每一做的 costing 呢压低很多，这个是我们 marketing 希望呢所有的 DNG 伙伴呢把握这个机会，利用这个 fund把这个东西的速度做快它，做大它，做好它，好吗？好，好的话可以给我个掌声吗？让我们公司的付出也得到大家的一个掌声。这里呢我也借助各位的掌声呢给大家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这个Lucky Draw 的环节啊 ,Lucky Draw 的环节。OK, 这边呢我会看大家看一下。OK,